王后，大王，王后，快快快！姐姐若想说和，就该有适宜的说和之词。若只是一味的偏袒母国一边，会让人以为姐姐嘴上说自己是秦国王后，可行事却还是楚国公主。姐姐是后宫女子，嫁夫随夫，不该贸然干政。大王是我夫君，这事也是我家事，你若怕事就不要去了。姐姐火急火燎，即便劝谏也切不可情急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次秦军占领了汉中，拔掉了楚国往日插在秦楚之间的蝎子，将关中汉中连成一片，对周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。长子，你立下头功，寡人敬你一杯。谢大王。大王宏图在胸，张仪乃是局中一走卒罢了。敬张子。敬张子。王后，大王正在设宴庆贺丹阳大捷。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进去。如果让王后进大殿，小的担待不起。让我进去。不能进，王后。让我进去。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本该在交房殿安心养胎，贸然来此有何事？臣妾有要紧的话说给大王听。秦楚两国相邻，唇齿相依，双方兵刃相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眼下战事早已结束，王后用不着为此焦虑。既然战事已罢，难道大王就不想与楚国重修旧好？如何重修旧好？抚慰并释放俘虏的楚军兵将，归还楚国汉中之地。王后爱乡心切，希望两国交好，就不该让秦国割肉去补楚国的脓疮。秦楚两国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，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之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为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还说三道四？这里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的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形势不堪，自取其辱？你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哎，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于之地600里，数次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，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，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昧，以正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。来人，在，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，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，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大王。王后，快快快，快叫太医！
禀大王，王后的脉象时速时缓，太尉不可有大碍。臣已让女医治为王后扎了几针，以稳胎象。从今日起，王后不可随意走动，不可操劳忧心，更不可情绪大喜大怒。你们可听到了？奴婢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既然王后养胎，不可操劳忧心，这后宫事务，还是重新交还给魏夫人，让唐夫人协助着办理。是。王后需要静养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嫔妃们来向王后请安，只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王后没有寡人之令，不得离开交房殿，大门给我关好，免得闲人打扰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姐姐，大王！夫人重掌后宫，可喜可贺。恭喜夫人。不过是王后不能理事，少不得再辛苦我一些，也好为大王分忧解难，为各位姐妹操心吧。姐妹们一向体谅我的辛苦，如今也只是依照旧例办。各位姐妹请坐吧。谢夫人。上茶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备的贺礼，恭喜姐姐。虽说王后不能立誓，但是王后的应签孟昭氏已经侍寝，按理说这后宫设宴应该请她一起。姐姐说的有理，他们来不来是他们的面子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本分，免得让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分帮分派似的。我给魏夫人说了，可她说处女休想再翻身了，王后身边那几个应女被扫地出宫那是迟早的事，不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一切预言都为时过早。恭贺夫人重掌后宫。恭喜夫人。还不快把门关上。姑姑，外面在闹什么呢？今日风大，外面树叶被吹得哗哗的。珊瑚，去把窗子关上。是。往后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姑姑又何苦要骗我，宫里本来就是如此盘搞踩地的，别说那些嫔妃们，就是内侍婢子们跟了得了势的主子，即可耀武扬威，跟了势了势的马上抱怨连天。从小到大我在楚宫里看得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轮到我头上。王后别急，还有不到两个月胎儿就足月了，只要您能生下一位小公子，这后宫还是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，两个月足够宫里风云变化几回了。王儿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拦着我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他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
我有什么事情他都在我身边与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，大王不让任何人进入教坊殿，也把月妹妹挡在外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